让兄弟们都给我上来吧，蓝光交给你来摧毁。之后确实比我那边要好太多了，大家都很拼，不像我那边大家都很懒散，包括所以说我一开始在场上也找不到那个状态，慢慢也是被大家带起来。打球可能以助攻为主，助攻要比得分还要更要一些，对我来说。